喂啊，啊，你干嘛帮我看一下黑手机那里不能上网？我在上班呢，你自己打客服问的。啊，你不就是客服？不行啊，被老板看到我就死定了。啊，你若不回答我吼，我都去给你投诉了。哦，那林小姐，请问你有什么需求吗？啊，你是到底要跟迄小鱼结婚无？啊，迄隔壁迄阿强迄顶个月结婚吼。挂号，等我下班啦。